此时此刻，华夏子孙都在凝望，五洲四海都在瞩目，凝望一个大国空军的风采，瞩目一个伟大民族的腾飞。气势磅礴的空中梯队呼啸而至，率先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的是多机编队的领队机梯队，带队长机是空警2000预警机，担任护卫任务的是被誉为空中仪仗队的81飞行表演队。这是我军空中预警机首次公开亮相，它凝聚了几代人的梦想与追求，汇集了国家和军队信息化建设的核心技术，在发展信息化武器装备和打赢信息化战争中身处特殊地位。200预警机梯队由2架空警200预警机和6架歼11战机编成。空警200预警机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信息化主战装备，大大提高了低空远程探测能力，增加了空中作战指挥控制手段，大幅提升了空军的信息化水平和体系作战能力。由9架国产空6H 大型轰炸机组成的梯队，来自蓝空航空兵某师，这是轰6H 飞机第三次在国庆阅兵中飞过天安门。该型飞机具备了全空域到达、全天候作战、高精度打击的作战能力，成为我对敌实施远程打击的重要力量。加售油机梯队由2架轰油6空中加油机、4架新型歼击机编成。现代空中加油给空军作战力量运用带来革命性变化，我空军已突破战鹰高空书写瓶颈，使部队远程机动作战能力明显提高。海舰队航空兵某团15架歼轰7A 组成的五机编队疾飞而过，该机型的火控、雷达、电子等系统实现了由模拟化向数字化的转变，具备了对地海攻击和歼击护航能力，可执行远程截击和对敌大中型水面舰艇实施攻击等任务。由16架歼8F 飞机编成的歼击机梯队呼啸凌空，新型歼8飞机加装了先进的雷达、空中加油系统、全球卫星定位组合导航系统、火控计算机等高科技设备，具备全天候拦截攻击和对地攻击能力。15架歼10战机组成3个楔形编队，首次飞过天安门上空。歼10拥有良好的中低空机动作战能力和较强的拦截超音速作战及对地攻击能力，配备先进的自保护电子系统。它的研制成功并装备部队形成战斗力，使我国战斗机研制水平跨入世界先进的行列，标志着我国航空工业研制能力和武器装备实现了里程碑式的跨越。
12架国产新型歼-11战机编成三个右梯队形，利剑般飞越天安门上空。这种首度公开亮相的国产第三代重型多用途战斗机，具有良好的气动外形、极佳的空中机动能力和强大的中远距打击能力，能够在极为恶劣的气象条件下全天候作战。由10架直八直升机编成的直八梯队分两个先行编队飞来，飞在前面的5架直升机来自空军航空兵某搜救团，该团是一支专门执行海上、峡谷、丛林等搜索营救任务的特种航空兵部队，紧随其后的是空降兵某部直升机大队的5架直升机，担负着空中警戒巡逻、输送人员、物资空降急降、反恐维稳、对空地目标实施拦截打击等任务。现在飞来的是19侦察直升机梯队，来自总参陆航某团的3架战鹰飞在最前列，中间是南京军区某陆航团的10架战鹰，最后压阵的是我军最年轻的陆航团济南军区某陆航团。这老中青三代构成了中国陆军航空兵发展壮大的生动缩影。由18架直95装直升机编成的梯队来自北京军区某陆航团，新型5装直升机的列装标志着我陆航部队已成功转型，经过23年的风雨历程，我陆航部队不断发展壮大，直升机家族由单一机型发展为种类配套结构合理的多机型，为我陆军转型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诗意写满蓝天，浪漫劲舞苍穹，由我国首批歼击机女飞行员驾驶15架教八飞机组成的三个楔形编队首次集体亮相。我军女歼击机飞行员的横空出世，使我国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拥有歼击机女飞行员的国家之一。巾帼铁骑在首都云天书写出的壮美航迹，必将成为他们不断突破飞行禁区、铸造辉煌的新起点。歼击机首次公开亮相，它凝聚了几代人的梦想与追求，汇集了国家和军队信息化建设的核心技术，在发展信息化武器装备和打赢信息化战争中身处特殊地位。200预警机梯队由2架空警200预警机和6架歼-11战机编成。空警200预警机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信息化主战装备，大大提高了低空远程探测能力，增加了空中作战指挥控制手段，大幅提升了空军的信息化水平和体系作战能力。
由九架国产轰六 H 大型轰炸机组成的梯队，来自蓝空航空兵某师。这是轰六 H 飞机第三次在国庆阅兵中飞过天安门。系统、全球卫星定位组合导航系统、火控计算机等高科技设备，具备全天候拦截攻击和对地攻击能力。15架歼十战机组成三个楔形编队，首次飞过天安门上空。歼十拥有良好的中低空机动作战能力和较强的拦截超音速作战及对地攻击能力，配备先进的自保护电子系统。它的研制成功并装备部队形成战斗力，使我国战斗机研制水平跨入世界先进的行列，标志着我国航空工业研制能力和武器装备实现了里程碑式的跨越。12架国产新型歼十一战机编成三个右梯队形，利剑般飞越天安门上空。这种首度公开亮相的国产第三代重型多用途战斗机，具有良好的气动外形、极佳的空中机动能力和强大的中远距打击能力，能够在极为恶劣的气象条件下全天候作战。该型飞机具备了全空域到达、全天候作战、高精度打击的作战能力，成为我对敌实施远程打击的重要力量。加授游击梯队有2架轰油六空中加油机、4架新型歼击机编成。现代空中加油给空军作战力量运用带来革命性变化，我空军已突破战鹰高空书写瓶颈，使部队远程机动作战能力明显提高。南海舰队航空兵某团15架歼轰7A 组成的5机编队疾飞而过。该机型的火控、雷达、电子等系统实现了由模拟化向数字化的转变，具备了对地、海攻击和歼击护航能力，可执行远程截击和对敌大中型水面舰艇实施攻击等任务。由16架歼八 F 飞机编成的歼击机梯队呼啸凌空，新型歼八飞机加装了先进的雷达、空中加油。此时此刻，华夏子孙都在凝望，五洲四海都在瞩目，凝望一个大国空军的风采，瞩目一个伟大民族的腾飞。气势磅礴的空中梯队呼啸而至。率先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的是多机编队的领队机梯队，带队长机是空警2000预警机，担任护卫任务的是被誉为空中仪仗队的81飞行表演队。
这是我军空中预警，由十架直八直升机编成的直八梯队，分两个楔形编队飞来。飞在前面的五架直升机来自空军航空兵某搜救团，该团是一支专门执行海上、峡谷、丛林等搜索营救任务的特种航空兵部队。紧随其后的是空降兵某部直升机大队的五架直升机，担负着空中警戒巡逻、输送人员、物资空降急降、反恐维稳、对空地目标实施拦截打击等任务。现在飞来的是直九侦察直升机梯队，来自总参陆航某团的三架战鹰飞在最前列，中间是南京军区某陆航团的十架战鹰，最后压阵的是我军最年轻的陆航团济南军区某陆航团。这老中青三代构成了中国陆军航空兵发展壮大的生动缩影。有十八架直